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沉浸在微风中的长沙城就这样心平气和地拥抱着在他怀中代代相传的长沙人。在这片华夏民族最早的繁衍栖息地上，诞生了无数浪漫的传说，也传颂着无数感人的故事。坐落在湘江畔的湘雅医学院，作为最早一批出现在中国的西医专科学校，经历了百年的风雨沧桑，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几乎替代了半部中国近现代西医的发展史。在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湘雅和所有逃避战火的大学院校一样，经历着难以预料的磨难。1944年，日军到达广西与贵州边界，后撤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了从长沙迁到贵阳的湘雅医学院的房屋，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许多师生认为学校再也办不下去了，纷纷自动离校。有着整整30年历史的湘雅又一次面临崩溃之势。就是抗战胜利的头一年，所以那个时候呢，湘雅就被迫又要搬家，往哪儿搬？那么就往重庆搬。他们离开贵阳的时候是正好是12月8号，那一天是湘雅当时的校庆。临前前夕的话，张校前院长召集大部分师生开了一次临别前的讲话的这个会议。院长说，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校庆纪念日，作为院长，我没有特殊的礼物送给你们，但是我将我们的院训公演情深尘埃千年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面对困难鼓起勇气克服困难，请大家相信，只要有我在，我们湘雅就一定会存在。1944年冬，张孝谦率领湘雅师生员工踏上了从贵阳迁往重庆的流亡之途。快点快点，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了。同学们快点。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张院长决定让一批学生先行离开，自己和另一批老师则暂时留守贵阳，以便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直到第二年春节前夕，张孝谦才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重庆。原以为到了重庆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谁知重庆以人满为患，难民遍布街头。张孝谦去找教育部，教育部早已自顾不暇，形同虚设。张孝谦找到亲朋好友，有人笑他愚，有人表示爱莫能助。到那里简直是根本没有，可以说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落脚。开始是在这个东山上头，那么有些庙就在那里待着啊。后来呢，是向这个兵工署借了一些仓库。为什么能够在国民党那个国际兵工署呢？因为兵工署有一个次长跟我父亲在湖南的长郡中学是同学，就这个关系，就这么样的勉强的维持了下来。条件是我父亲要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医生们要替这个他们这一系统的人看病。1945年3月，湘雅医学院在重庆正式恢复上课了。张孝谦费尽心机，颠簸辗转，终于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说张孝谦在重庆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是因为6年前，他为了保住战乱中的湘雅医学院，才将学校由长沙迁往贵阳的。湘雅第一次迁校的故事，
还得从1937年张孝谦教授来湘雅任职说起。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七七事变，北平濒于沦陷，国难当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临床医学研究的张孝谦也面临着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艰难选择。他同时手上接到了两份聘约，一份是协和的续约，一份是湘雅的一个邀请。那么在协和呢，他会是一种就是继续从事他的医学工作，那么回湘雅呢，是想要他担任这个教务长，带领湘雅的这个就是为湘雅的办学，在这个办学这一块，在组织管理方面这一块可能要付出一些心血。那么他后来通过权衡，他还是决定回湖南，回湘雅。在母校的召唤之下，张孝谦没有理由不回去，况且当时华北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要在北平继续待下去也是不可能了。张孝谦意识到，回到湘雅以后，他不仅可以发挥个人的智慧和医术继续救死扶伤，还可以发动调集集体的力量来抗日救国。1937年，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张孝谦携妻子儿女一家离开北平，绕道绥远，然后到达太原，再从太原到石家庄，最后登上南下长沙前往湘雅的列车。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不愿意在日本人的那个这个统治之下做顺民。他说那个时候在甄之广事件没有发生以前，协和医院召开啊，41年以前，37年到41年这4年中间他还在开着呢，你还可以这样。日本人不敢管，但是说日本人要你去看病，你能不去看吗？你没法子拒绝啊，是吧？所以那我只有离开，这也是他坚定的要离开北京的北平的一个原因，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这是风尘仆仆的张孝谦回到了湘雅，看着眼前熟悉的青树屋舍，回想起当年自己在这里苦读，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时光悠然回转，青少年时期的张孝谦因为目睹了祖国的贫穷和落后，于是便抱有了学习工业的决心，但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工学学院时，却得到消息说工学学院要再等半年才能开始报名考试。最终在祖父一再主张下，张孝谦决定报考刚建立不久的湘雅医学院。在结束了7年的医科学习之后，张孝谦留校当了临床住院医师，他同病人之间难以割舍的缘分由此开始。1926年，张孝谦获得了前往美国学习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1年学习，张孝谦却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年会上宣读了自己苦心研究的结果：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论文折服了所有参加年会的人。很多人都用少年得志来形容成绩卓著的年轻人，但是在张孝谦眼中，那些逐渐提升的名利和地位却远不如关注病人的新情况更吸引人。他仰起头看到的不是荣誉的灿烂光环，而是那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医学金字塔。七七事变发生后，湘雅当时的办学完全是由中国人自主办学的，
而这个时候呢，张孝谦已经在我们学校里面担任教务处的处长。作为湘雅的办学的话，是正是他自己展现这种教学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的一个最佳时期，而且也是作为他这个后来成为医学教育家的一个起步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长沙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此前医学院的院长辞职去了江西，学校一时无人主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当年的高材生张孝谦，希望他继任这个职位。张孝谦感到为难了，他回湘雅原只打算一是教书，为灾难中的祖国培养一些医学人才，二是在教学之余把中断了的研究工作部分地恢复起来。如今群龙无首，诸事要办，接受院长的位置不仅是辛苦操劳，研究工作无暇顾及，学术上的抱负也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难以继续。但作为湘雅第一期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张孝谦深感有责任有义务接过这副千钧重担。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意愿，挑起了院长的重担。1938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向南推进，湘雅已经无法在长沙生存下去了。张孝谦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他不止一次地说，湘雅培养的人才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湘雅向何处去，怎么去，一堆令人头痛的难题摆在了张孝谦面前。经过一番思考，张孝谦决定将湘雅西迁。湘雅第一次迁校的故事便由此展开，而这第一次迁校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历经艰辛。在决定湘雅西迁的这个问题上，是迁还是不迁，湘雅多年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雅礼协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给中国人已经发生了一个意见分歧。雅礼协会是不主张湘雅迁走，而且雅礼协会的人天真的认为他们是中立国，认为我们湘雅坚守在长沙的话，只要在学校的楼顶上或者是高速建筑物铺上一面巨幅的美国国旗的话，就可以免遭日籍的轰炸以及日本人的侵华。但是张孝谦不信，他不相信美国国旗能捆绑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他仍旧主张迁校。可是他调动不了湘雅医院，一所医学院如果没有附属医院，那将如何从事教学工作呢？临床教学还得另想办法，张孝谦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情急之下，张孝谦把目光投向了省外条件相对较好的昆明和成都。然而昆明和成都两地因为距离长沙太远，当时湘雅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搬迁到此。最终无奈之下，张孝谦决定奔赴桂林向广西省首领求援。我们的张院长两次去了广西，而且也受到了广西省的省长的接见，而且在这一年的7月份和8月份，我们先后启运了自己的教学设备，已经运到了我们湖南的衡阳。运到衡阳的目的就是作为准备迁到广西办学的，在将来的这个用于教学的。虽然这边的工作启动了，但是忽然广西那边有一个令湘雅人不能接受的条件，就是一旦抗战胜利以后，湘雅回湖南办学必须留下原来带走的这些教学设备，作为他们广西未来办学的一个必备的物质条件。张孝谦又一次犯难了，
就在他进退维谷时，有人告知中央医院已由南京搬迁到了贵阳，新成立的贵阳医学院也急盼支援。张孝谦立即赶赴贵阳查访，喜得自己在协和时的老同事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和贵阳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姚克芳的热忱支持与帮助。而且沈克飞之前从南京迁往贵阳时曾途经长沙，两人关系不一般。经过协商，中央医院愿意为湘雅医学院提供临床教学服务，湘雅人员包括张孝谦本人免费分担医院的诊务。于是张孝谦决定把湘雅迁到贵阳去。然而西迁贵阳也并非一帆风顺，湘雅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必备的教学器材设备和图书仪器的话加起来有上千吨，所以要把这些器材和设备以及人员要运走的话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幸好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国罗氏基金会的一批经费的资助，先启运了一些设备，但是这些剩下的教学器材，比如说我们实验用的设备还有图书以及人员的运送，还是解决不了用力。就在张孝谦和他的同事们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时，碰巧有一批给前线运送军火后的空车途经长沙，要返回西南去。张孝谦闻讯后立即前去商谈租用车辆的事宜，最终他的提议得到了西南运输处的支持。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教学设备中间的运输过程中间，中间有些是非常非常需要谨慎的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医学教育所要用的这种解剖用的尸体，这是一般的私人运输的车子不敢运的，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珍贵的仪器，医学上实验也用的特别多的显微镜，这个是属于精密仪器或者是高端仪器，而也通过他们的这一次运输的话呢，也顺利的使这种高精的设备和这一岁的设备都运到了贵阳。除了这些教具和物资之外，260多名湘雅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则乘坐8辆大货车经湘西赴贵阳。经过一个星期的辗转奔波，1938年10月11日，湘雅终于成功完成了从长沙到贵阳的第一次迁校壮举。2周后的10月24日，湘雅的师生就在贵阳恢复教学，上起了第一堂课，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湘雅完成了搬迁任务以后，张孝谦暂借了贵阳医学院的一部分空余教室作为临时课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解决房屋问题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校址，张孝谦通过湖南会馆找到了一块山地，才得以在山腰间修建了校舍。次年3月，盖好3栋2层楼房、2排平房和一些附属建筑物，总算可以勉强安生。湘雅村也就此诞生。湘雅西迁到贵阳办学的话，条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20平方米的这个房间的话，可能就要住10个左右的女生。那么男生住的条件就相对还要差一些，所以就是一般的茅草房。再一个，教学必须上课的时候要有一张凳子，而在寝室里面也应该有一张凳子，但是因为站着房间下物质很匮乏，但是我们的总务主任李启盘先生给大家就是给每个学生配的就是一张三角凳，这个凳子叫李氏三角凳。这个凳子是怎么制成的呢？就是一个长条凳，从中间锯断，另外加一条腿，就是每个学生发一张这样的凳子。这个凳子他回到寝室要带到去，到礼堂上课听报告和指导教室听报告的话，也要带着这种凳子走。
由于战区学生来校就读的人数日益增加，学校更是难于应付。这些来自战区的学生不仅交不起学费，连伙食费、书籍费也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张孝谦一方面东奔西走，争取各方面的援助，一方面号召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他的感召下，学生们发起成立了自助会，以尽量节省生活开支。更为严重的是，湘雅的师生们还得时刻防备敌机轰炸，只要是晴天，敌人的飞机都会来轰炸。一听到警报，大家就必须死命地奔跑，躲到城外墙根底下。除了物资条件的匮乏和教学环境的恶劣之外，当年流亡中的湘雅医学院要聘请经验丰富的教师前来授课也是相当困难的。但凭着张孝谦的人格魅力，一大批名教授聚集到湘雅医学院，如刚从美国回来讲授细菌学的刘秉阳教授，中央医院的沈克飞院长也来湘雅兼任外科学教授，一度在贵阳医学院任教的王继武兼任湘雅热带病学教授，贵阳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姚克芳亦兼授寄生虫学，还有随校迁来贵阳的王兆勋、林以游等教授和主治医师，再加上燕京大学、华中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他们都是学识优良的好老师，并都能用英语流利地讲课与答疑。这样就使被迫搬迁中的湘雅医学院有了一支医学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随着时局的变化，东南亚与太平洋战争逼近，学院经费来源更加困难，学院已经背不起沉重的债务，摇摇欲坠，举步维艰。在这之前，尽管张孝谦已经带头压缩了一半的薪水，甚至想到开诊所增加收入，但也只是零打碎敲，杯水车薪。正在张孝谦一筹莫展时，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到贵阳调研，这个消息无疑给张孝谦带来了一线希望。只有争取改国历，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改国历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陈述了湘雅如何历尽艰难险阻坚持办学的过程，以及既要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又不想依赖外援的想法。第二天，他向陈立夫递交了申请书，陈立夫被感动了。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达批文，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了以后，那么这个院长人选，就是要当这个国立湘雅医学院的院长的这个人选的话，那就已经自然是成了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在湘雅的教师队伍中间，有人就看上了这个院长的位置，那么就想逼张孝谦下台。而他们这些人呢，就后来制造了一个事端，在湘雅村换了一把火。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的话，那么经过对这个现场的勘察的话，湘雅村当时唯一对外的一台电话线就是被他们这些人已经切断了。对此，张孝谦身边的同事深感事态严重，而张孝谦却没有过多的考虑个人的安危，他依然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上。他想，越是战乱时期，学校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不久，张孝谦便在全院发起了征集院训的活动，这一活动激活了全院师生的热情和创造力。大家把草拟的院训交给张孝谦，不久，张孝谦向全院公布：“公勇勤慎，
诚爱牵连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避碎避专为湘雅的学风。次年，在张孝谦的安排下，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也诞生了。长长长治一世数学仙，遥遥不留现在。直到今天，创作于抗战时期的湘雅院歌依然在岳麓山下的校区回响。张孝谦是抗战时期湘雅保护神的故事依然在湘江畔传颂。恭勇勤慎，诚爱牵连，求真求确，避碎避专，百折不挠，死而后已，积极向上，鼎力为国，构成了湘雅的文化记忆，成为湘雅的传统，这是湘雅得以延续、得以茂盛的根。他回到湘雅主持这个教务工作和后来当院长以来，他所怀的这种理想的话，就是要把湘雅办成战时情况下面最好的中国境内最好的医学院校之一。他制定的国立湘雅医学院的办学章程里面就有严格的规定，学生如果说一个学期有三门功课不及格的话，是无条件的留级；四门功课不及格的话，就是转铺盖走人，你就等于是已经自动退学了。所以就是这么严格的管理措施，使湘雅的这种精品教育思想就得到很好的延续，而且也使湘雅在战时环境下面这种办学的声誉可以说是享誉中华民族。1946年夏天，在张孝谦的指挥和带领下，湘雅完成了第三次迁校的任务。这一次，湘雅终于从重庆迁回了自己的故园长沙。至此，湘雅从1938年到1946年长达8年的流亡办学经历终于得以结束。在张孝谦领导下的这8年流亡办学过程中，湘雅先后毕业6年制本科生174名，占建国前湘雅毕业生总数的49.6%。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张孝谦对湘雅医学人才的培养和中国西医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就在湘雅从重庆迁回长沙后不久，美国国务院邀请张孝谦去讲学一年。1948年4月，张孝谦的辞职报告得到批准，他终于可以卸去这副肩负了11年的沉重担子。虽然张孝谦辞去了院长的职务，但他为危难中的湘雅付出的每一份心血与努力，却深深铭刻在每一位湘雅师生的心中。1987年8月8日，张孝谦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90岁。济世救人的杏林豪杰，每天都在书写着生命延续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之中，张孝谦也许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节，但他勇挑重担，在抗战烽火中担当了湘雅保护神的重任，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医学生，其功绩彪炳史册。而他亲自为湘雅确定的院训和学风，乃是湘雅流芳百世的根。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当今看来更加弥足珍贵。